不是新鲜牛肉，我请你吃一年的牛肉。最多的客人吃过多少盘呢？200份。今天这个盘子你不洗走不了。人均100来块钱的鲜牛肉自助火锅，你们能吃多少盘？能不能超越我？不服来试试。人均100来块钱的鲜牛肉自助火锅啊，听说非常火爆，还是个美女老板，肉不限量，无限黑吃。今天我们去给他上一课，全是牛肉，5、6个人都在切牛肉啊。你们这个是不是新鲜牛肉啊？是新鲜牛肉啊，不是新鲜的我请你吃一年的牛肉。这是每天晚上的凌晨啊，到宰场里面去拉的新鲜牛肉。这是新鲜的牛骨头拿回来卤的加工的麻辣牛骨头。这个是卤熟的新鲜牛腩。这边是我们的新鲜的牛肉串啊，这都是新鲜牛肉现穿的啊，手工现穿的，无限的嗨吃，随便你吃。啤酒饮料啊，这个也是无限畅饮的。这边是10几种的荤菜啊，虾滑、麻辣牛肉、牛舌、小香肠、醉虾，还有墨鱼、鸭肠、乌鸡肉、肥牛、羊肉、五花肉。来吃个火锅还可以实现毛肚自由的。吃鲜牛肉火�锅啊，重点是牛肉，先搞个20盘左右吧。牛肉又来了啊，看看这又是10几盘。来，老板又跟你来了15盘，够不够？客人最多吃过多少盘牛肉啊？200份。今天我要挑战他，超过他。你不行。我吃完怎么办？你要是吃完的话，我请你吃1个月的牛肉。那你要是没超过怎么办？没超过，我给你们家刷1个月盘子。OK， 成交。那你等着，老板，今天我给你上一课。我等着你来刷盘子。这个是百宝箱，一箱子可以吃到一头牛，它有牛的各个部位，以牛肉为主，别的菜品可以少吃或者不吃。有肥有瘦有腱子有吊龙，这一波先下个7、8盘，先下了个8盘。鲜牛肉不要煮太久了，煮久就老了，搞点调料上去。这种牛肉一吃你就知道鲜牛肉，口感很嫩。再来8盘，又下了8盘啊！看这牛肉，漂亮！哇，看看这大盘，这种牛肉是带着肥油的啊，带油的吃的不腻，更香。像这种腱子肉啊，带点筋，吃起来脆脆的，有点嚼劲，口感不错。再搞8盘，又下了8盘，一共24盘了啊！20多盘，我感觉都吃不动了呀，我不知道是被老板忽悠了。老板娘，哎，来了。你确定有人吃200盘吗？人家10个人吃了200盘。10个人吃的？啊！是的，我也没说是1个人吃的。那你不是套路我吗？我认输，但是这个盘子我洗不了。今天这个盘子你不洗，走不了，走不了。